很久都没你的消息，现在还好吗？好想了解一些你的近况。拿起电话不说话，心忽然忐忑，也许你听出来是我了呢。我们是朋友却不同，与朋友难道再多些成熟，少点幽默会比较适合。为对不起打扰你了，我只是不心安，这小道沉默简单的问候，原来只有你懂。你说你现在很好，会多些我的想念，如果没有别的事那不必再费心寒暄，那么你从来不识破你。